亲爱的亲友团，晚上好。此时春意正浓，夜幕低垂，正是一年中最幸福的季节，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此时我们相约在这里，用最柔的心，最浓的情，去倾听，去感受，去唱和。此刻这里是音乐之声的舞台，一首首歌曲饱含着对艺术的热爱和歌者的痴迷，一个个故事记录着从业余爱好向更高目标追求的过程。我们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定义了生命的四个阶段：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我们用木火土金水万物相生的寓意定义了演唱歌曲和服装的颜色。此刻出走半生的你，踏破红尘的你，漂泊万里的你，阅尽千帆的你，都只是少年的你。愿你天真依旧，愿你清澈如初，愿你饮酒会醉，愿你听歌会哭。愿中年的我们还带着少年般的纯真，随着歌声一起绽放。首曲《通往艺术殿堂的小路》是由音乐之声的导演李小舒作词作曲的合唱音乐剧，是一首专为音乐之声创作的团歌，以合唱排练场地的提供者曾先生夫妇帮助大家维修教室门前的小路为故事原型，用音乐剧的形式表现出团员们在追求艺术理想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又快乐无比的面貌。请欣赏《通往艺术殿堂的小路》。一块